支持香港屋友，咁啊係有好因為其實幾好，好我哋已經受開咗第二次咁啊。其實我發覺，因為呢個活動其實應該一直要搞落，因為你向香港音樂節咧真係好少，可以有一個咁嘅地方俾大家去享受，就係香港嘅地下樂隊又好，我嘅祖國都好咧，去分享自己嘅音樂係好難嘅意思。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俾啲掌聲，一班工作人員，一班所有今日搞呢一個香港有福嘅單位，俾一個最親切嘅愛俾你哋，因為咧搞呢個活動真係好難。繼續無論在赤柱或者去到邊度都好，一聽到呢個名字或者任何一啲音樂關於本地樂隊嘅音樂，希望大家可以十分開心。送俾你張三路，如果大家一齊識唱嘅，跟住一齊講話。Go!
你哋試下一個動作喎，同你隔離嘅一個人試下你一個擁抱，去感受下呢一種愛，係啦，呢一種關懷親切嘅，其實係一個擁抱咧，已經可以衝破咗嘅。試下 ，free hug，hug your body，hug your friend， 試下好嘛？試下隔離嗰個男啊，去感受 ，yeah， 試下身邊去擁抱下，你就會發覺其實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好簡單，一個擁抱已經可以代表到一切。Thank you， 我哋 free 樂隊。希望嚟緊有更加多嘅活動同大家分享我哋。